呢？嗯，又开始了啊。嗯，这些是没有的。咱们开店，开店的人不管他。然后这里是只有三张纸，是吧？这样子的话，咱们这样子，这里有一些用过的套装，你来解释一下。我们现在下面是空的啊，是吧？上面是用过，下面是空的。打开，打开的话，它就得放过去。大概往前面拉一点点，那前面这个用过的这个空的这个哎，不管了，前面拿去的，这个大概就这样子了啊。这前面，然后我们把这个字朝下，这么放进去，来按开始。这明显这里已经有了一个圈圈了，是吧？嗯。咱们再把它打开看一下，明显已经有了第二幅图了，这里看到没有？这样子的，是吧 ？OK， 打开下来。嗯，拿下来，我再看看他这个视频，看一下。OK， that's OK， finish。